想 Arab 大家都很熟悉哈，过去从雪梨歌剧院哦庞毕度，那到台南哈，我们台南的这个美术馆的二馆，其实也是 Arab 现在在做这个细部设计在 structure 的部分哈。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，可能不是只有这种项目的这个合作，有没有机会从 Arab 还有跟成大规划设计学院有一个产学，或者是对学生有帮助的，像实习啦，或者是一些设计课的这个参与哈。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这个很密切的这个讨论，我们开始就是想说，那双方开始来研拟一个 MOU， 也很感谢这个 Arab 这边的这个协助哈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哦，会有更好的这个交流。特别感谢那个成功大学的邀请来落实上方面的合作。我看得到现在呢，那个技术发展太快了，那单单靠自己内部的团队来开拓那些新的技术都可能会太慢。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奥表纳是采取了那个公开创新的概念，希望是可以跟不同的合作的伙伴来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做发展。我们第一次是跟产业的学院签约，就是 Arab， 原因是 Arab 是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front runner， 尤其是 technology structure 等等任何的building 方面，所以今天就有一点非常荣幸的有这个机会，能够由学院这边 level， 除了建筑系外，也代表的工业设计系，也包括都市计划系或创展所，来 move up 到一个 college level， 跟Arab University 签约，它具有一种某种的代表性。所以今天是一个这个方面，我们觉得踏出了另外一步。